阿母，王乐生，你这查某到迄个面打入这个湖顶啊！阿母，这嘛是安怎？乐生是安怎袂当回来？你除了会晓伫咧你的电话面头前跟我讲，你敢会晓创啥？阿母，小姐，我毋是超过伊来收了啊！伊回伊跟我回来，人你带去的呢？啊，哪会搁来遮讨人？伊即马无去啊！哈？即马什么情形啊？你们讲我清楚。伫学校敲电话来讲，英惠偷走出去啊！啊，听讲敢那是英惠带伊走的，我就着准讲英惠家己带转来啊。莫讲英惠啦，英惠我规工嘛无看到人啊。两个囡仔真正是走去倒啦。啊，你这老母想要做的啊？哈，囡仔拢顾无好势，你我若早会知安尼哦，我都袂让英惠跟你去啦。 哎呀啦！敢是因为咱最近吼厝内发生歹代志咧吼，啊，这两个囡仔想袂开吼，毋才来去做啥物戆代志买咧。你是咧有白讲啥？老师，你先莫着急啦。英辉遐尔巧吼，伊绝对袂乌白来。而且伊佫带英辉伫咧身躯边啊，伊一定好好保护伊的小妹，袂会拄着危险的。迄真歹讲哦，英辉这个囡仔自细汉的个性就足好强的啦。啊，即马伊知影因老爸是去互人害死的。 毋知影安怎想咧，拢是你啦！啊，一个做老母的，害英明安尼哦跋落水安尼，遐少年都无去啊，还阁无够，即嘛要阁害英辉，还要阁害阮娶家大孙啊！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啊来英辉甲英辉哦，有一个死角煞，我都好，我都好，阿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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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要到时，等我赶紧拿出来，你再加时，我先去找囡仔。英辉，英辉，妈，过来啦！英辉，到头拄仔甲你讲的，伊拢袂记得啊。英辉啊，英辉啊，来来来，来阿妈家。妈，我倒来啊。乖乖，倒来就好。 等来就好，阿妈唔甘。英辉，你是走去倒啦？英辉，你若无讲一声，就甲你妹妹吵走啊！大家有我烦恼，你知无？你又莫讲安尼做啊？啊，你最近好无？考试准备了安怎？我的代志免你管。英辉，你哪在跟你妈妈讲话啊？你妈妈是在关心你呢。是关心，还是计好心？既然大家拢伫个。 那呢，我就甲话讲清楚。英辉是我的小妹，伊姓蔡，本来就应该甲我做伙住伫个蔡家。我会负起一个做哥哥的责任，该照顾好。真好，安尼才是哦，娶大孙哦，应该有的担当啦，互小弟小妹吼好娶头。阿哥，我拍算买考高中啊，以后爸的事业，我会开始学，看要安怎家己食起来。 英辉，你是咧讲啥？是讲啊，你才几岁，你才拄高中毕业，你都无想要读册啊？是啊，那因无读啊，恁阿爸在生的时阵哦，佮阿妈讲哦，以后要送你出国啊。后面真正小学毕业，嘛是共款对爸做养子做啊真好啊。我会用哪做哪学，大家毋是拢讲我巧，我有信心，只要我肯认真拍拼。 爸的事业，我一定会发起来。那安尼，是安怎一定要继续读册？好嘞，英辉，你安尼才是有志气。你要接恁老爸的事业，阿爸吼绝对挺你。有我伫你的身躯边，你甲你指点，我相信你真紧就会当成手的。啊，阿母，咱让英辉做看卖啊嘞，咱来相信伊吼，绝对做会到的啦。哎，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哈？哪有人安尼做人的时大？ 较早咱无法度读书，迄是因为咱厝内面散车不得已。哪有讲即马条件好啊？啊，煞颠倒互囡仔，遮尔细汉就开始咧食苦。唉，你嘛有甲拜托咧，这伊要接家伙的事业吼，这是做少年头家呢。下骹手有偌济员工来乖乖听伊的话，这请你请伊着，是要食啥物苦啦？迄是即马咧请伊啦。 要到时阵哦，伊的同学一个一个拢抬到大学去做博士，干那伊高中毕业，这些块头压会起来无？
恁记得遐尼遐紧迄张文凭，那安尼我会去读夜间部啊。爸的事业我会接，找我嘛会读，你唔免替我烦恼啊。英辉，你歹读高中，是真正认为读册无重要，还是你跟我过去？我是安怎要跟你过去啊？你心内若是对妈妈有怨恨，我甲你回实嘞。啊，不过你袂用提你的前途在讲耍笑啊！我嘛会记得，你讲过，你的第一志愿是上中。我知影，你其实足爱读册。你唔知影，你啥物拢唔知影。你莫伫遮假装啥物好妈妈。你若是真正关心我，那咧迄个时阵，我安尼求你，你哪会当安尼外头做伊走？那是因为我袂用带你走。你是恁阿妈的命，我哪有可能这么自私，把伊的大孙带走？拢是借口，事实就是我唔是你的亲生后生，所以你对我的感情拢是假。那么，是安怎你离开以后，你阿公拢会来关心我？哪里你嘞？哥，你真正误会嘛？其实我拢有来看你，只是惊阿妈会生气，所以才无跟你见面的。恁阿爸伊伫哭。看起来真艰苦哦。伊讲这件代志，既然恁拢已经知影，安尼伊嘛无需要搁替陆生来暗卡嘛。英惠，你是毋是去房间？我无。敢讲你要看我甲你妈比面是？英惠，你这囡仔哪安尼哈？英惠的妈妈嘛是你的妈妈啊。伊毋是，我袂这种妈妈。方陆生。你拢有听会晓，连英辉都无爱你啊！英辉都甘愿对因兄哥做伙等阿阮娶家，你看你这个阿母做到偌失败啦！啊，代志才到这来啊！你若是要坚持，无爱甲家父啊、阿家金婆啊，还佮有少婆交出来哦，安尼是咧逼我哦，逼我去找律师来告你啦！到时阵吼，互这两个囡仔去法庭作证，讲因的老母有偌失德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莫想超过哦！恁两房早就伫咧前面前已经分家啊！即马娶甲所有钱，拢是因阿母辛辛苦苦拼落来。陆生是嘉禾的某，嘉禾留落的财产，落伫法律上，伊至少有一半的权利。阿母，你看啦，哎，连法律的条文吼，拢啊查甲清清楚楚啦，一审五年哦，拢咧敢若娶甲计较啦。啊，你毋是无爱钱？我看你吼是无才害命，连家己亲人生的命都无爱哦，你真正是有够浪荡的啦你！咱两个不是已经讲好啊？只要英辉哦认定讲哦家伙就是你害死的，你遐的财产哦，甘愿拢掏出来。对哦，英辉啊，你已经甲这个查某讲吼，你相信你老爸的死哦，甲伊有关系啦。英辉啊，讲啊！好啦，你莫阁逼阮讲干嘛？你，英辉，你阿哥的话，你是毋是去房间？哥，你乖，你是毋是去？英辉。原来连你拢唔相信妈妈，英辉啊，即马恁小妹已经无伫个吼，你会当放心讲啊，把你对这个查某所有的不满，还佮有怀疑吼，拢总讲出来。因为你唔紧讲，啊，啊你拄则唔是带恁小妹去看迄，你看你阿妈呐，这尔伤心，敢讲你面唔甘晓？你赶紧的吼，把你心肝内应该讲的话吼，拢讲出来吼，甲这个对不起恁爸爸的查某吼，彻底做一个了断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弟，不敢爱你今夜路，我这边奥利给，安尼。哦，我的囝，真正是足恩爱的。妈，你妈安尼啊？
哎，我哪有你这款妈妈啦？遐尼无正经。我唔来要做你的妈妈，我更加要做你的好朋友。你走，阿妈讲过，你已经不是娶家的新妇啊，伊放你自由啊，以后娶家一切都跟你无关系啊。 你听我亲像，甲你挂造型，你唔免烦恼英辉，我会甲你照顾好。你不爱你我这个妈妈，我无妈妈，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孤儿。咁唔造型，你紧走，你紧走，英辉你太安尼啦，我说你要紧无？哎呦！ 我就来走。双双对对，回忆恋你，相逢如约对阮两个祝福。风吹美丽，纯情花蕊，外面春风花。